条咩啊？煲剧咯。点解个画面咁细噶？鬼唔知嗰啲大画面好咩？但系投影机好难用啊，唔识用啊。用呢部咪得咯。呢部机好容易咋，你插条线入去就有画面睇噶啦。你睇几容易，连我都识。系咪好简单呢？哇，个画面好靓啊！梗系啦，系4K 嚟噶。你估好似爸爸嘅老爷机咩？4K 嘅画面比高清更高清。呢部机仲可以用 3D 眼镜睇戏，仲有 HDR， 画面靓到飞起。部机好静噶，同埋有喇叭，除咗睇戏仲可以嚟打机噶。喂，点解你冇新机嘅？爸爸夜晚剩正机机去买翻嚟噶，佢冇话你知咩？妈咪咪住啊！爸爸话呢部机同级最平噶啦。唔好打爸爸啦！喂，画面几靓喎，有冇打喊到啊？唔记得咗啦。包夜晚静静鸡鸡，自己一个买翻嚟。预备，开始。做咩厨房用仲可以喺厕所用？好搞笑啊！